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大家好啦，我是墨镜哥。今天的墨镜哥来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呢，千万要记得在以后的每一天的晚上七点钟，都要来看看墨镜哥的 YouTube 频道。哈哈哈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除了墨镜哥接下来的每一天的晚上七点钟都会发布影片，或者是直播，或者啦，我是说或者啊，不是同时都有啊，是或者会有直播影片啊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特别的隐藏版的影片要给大家看的啦，究竟是什么影片呢？千万哦，打到我的麦克风。千万记好来了，就是呢，这部隐藏版的影片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你们在我的频道，还有在我的直播，还有在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粉丝团都看不见的一些照片或者是影片，所以千万记得每一天晚上的七点钟都来看看墨镜哥的 YouTube 频道，说不定你在某一天的晚上七点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到这部隐藏版的影片了啊。对了，为什么叫它隐藏版呢？就是因为它只会开放在晚上的七点到七点三十分，你才看得见这一部影片，所以千万记得啊，每一天晚上的七点都来看看墨镜哥的 YouTube 频道，绝对不会让你白走这一趟的。除了有新的影片或者是这个直播的话呢，还有可能你会收到这一部隐藏版的影片的惊喜在这里面。如果墨镜哥有特别的隐藏版的活动的话呢，也要公布在一个三十分钟隐藏版的影片里面，所以千万记得七点，我们不见不散。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